报信，我来一起。那你呢？快点，来不及了。我不是让你报信儿去了吗？你怎么回来了？我不是怕你出事儿吗？我就知道你一听见枪响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那我重要还是报信儿重要啊？那赶快走吧。哎，你等会儿等会儿，你帮我把我那靴子找回来。待会儿跟鬼子交上火，听我的指挥，散开了跑。Thank you.
们先走。何宁，你先走，我马上到。分かってくれましたこの品々は古いから無事できないと地獄から非常に難しいですよおい岩放て村を焼き捨てろ県警の死体は回収し腹がさばいて草詰めて馬に連れてやれはい分かったなはい早くじゃ到底去哪儿了？让洪强辉抓去了，管着老谢田，让我跑出来了。他咋就变成那样了呢？俺也不知道，一路上都好好的，一遇见鬼子了骂嘴，立马就跟中邪的似的了。老四，擦点吧，重新热锅的，算是给你解封了。擦吧。都是西面，可不要糟蹋了粮食。西面上，我的下。西面上，你个老财主，俺一想你都不知道。你没事就好，身上的皮都伤了，看来再长伤。还好，一点都没差。快，叫大家伙过来吃面。我哥，快！
价，可不能歇，别歇，不歇可就杀你！快，让大家伙儿看见！
马家军的马队一杀过来，就全没有。就跟割庄稼似的，去。道路を閉鎖して奴ら兵糧攻めにする。そのうち山から降りてくる。各小隊はそれまで訓練を続け、順に出撃。シナジーを見つけ次第殺せ。はい。在内向王庄的空袭失败以后，日军在武义县境内的扫荡变得是越发残忍。现在绝对不能出去。还不出去？那就让老百姓一人指着咱脊梁骨子骂呀！挨骂和送死哪个划算？上次那一仗主要是因为鬼子对地势不熟悉，咱们是借助地形才撤出来的。人家现在已经准备充分了，咱们根本占不到便宜，咱们的步兵跟鬼子的骑兵根本就没法硬拼。那你说咋办？现在最好就是暂避锋芒。啥意思啊？就是躲起来，把部队转移到更深的山里，等鬼子的扫荡过去再说。粮食可是快不够吃了，输液草稿都剥光了，再不下山，咱们可吃什么样了？再忍忍吧。热，上半口子热了，这嘴上能热，这肚子可不一样。姓李的，你倒是放个屁呀！放啥呀？你们不都商量了吗？留口气憋肚子里头，省得饿得慌。你那个活还没找回来呢。商量事儿为啥不叫我？你不是没好利索吗？好了，说吧，咋打？打啥呀？多少人从家里撵着屁股给撵出来了，得报仇啊！再等等，到底啥时候打？谁说打了？不打？这百十来号人就这么干耗着？咱在武义县刚挣出来的脸，就这么给丢了？我九路军死的兄弟最多，这招得报，一定得报！干啥？就总来人了。上级啊，肯定了你们这段时间的表现，
同时命令你们不要和鬼子的骑兵硬拼，尽快想办法撤回根据地。啥？你啥什么呀？司令员都说了，鬼子骑兵队那是王牌部队，你们新大队刚组建，战斗力根本就不强，留在这儿只能白白送死。你这回回去可不一样了，让你成为一个加强连，重回老三团九纵的主力。你还看什么呀？你这回回去你都能扬着脸走路了。你这又怎么了又？我不去。你为什么不去？当初把队伍合在一块儿，是看那李大本事不在，我得替他照顾这帮兄弟，跟庞大人无关。我压根儿也没想当啥主力。再说了，跟着我这帮兄弟，大部分是武夷县子弟。参军是为了保家，离了乡土，保谁？当家的，当家的。昨天晚上，鬼子在南边又烧了三个村子，屠杀了200多户人家呢。要走，你们走。在里边撒谎！到家了。队长，队长，队长，他们人呢？怎么就剩那几个了？燕儿的晚上又跑了十几个。啥？咋没人拦着？谁上的岗？站岗的他娘的也跑了。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修路群全没了。啥时候是？一早来了，那都没影了。那十几把好使的三把大盖，还有子弹，哎，咱身省的点兵镐，两个都给卷跑了。啥？娘的！咱们一直把他们当兄弟看，闹了半天还是喂不收的白眼狼。叫所有人成家伙，把他领回来。走，回来。就完了？他是打鬼子，又不是当汉奸去。我信得过他孙成海，那枪子弹都能招呼到鬼子身上，人各有志呗。当咱八路军大气，送他了。哪来的？把那小鸡厨子杀了。好不容易造来的鸡苗子，那等着将来让他负担了，没吃的了，顾不了这么多了。听说宋成海跑了，不死，挺恶一句，咱回去吧。好歹打完这一仗，咱拿大的嘛，也长有一仗，从3000年打到现在。晚过吗？反正不能走，走了人心就散了。人心散了，可是他现在回去，他刚鼓捣起来的这些家当都能保住，留下来，他估计把这些东西都得赔光了。别光拉倒，爱怎么地怎么地。有的时候就得为这口气活着。这会儿走了，一辈子心里堵得慌，再没脸带他五一过。李大本事，你这叫抗命，你懂不懂？别乱胡帽子，你回去，你就这么跟司令员说：武夷县的鬼子，啊，活动猖獗，县大队决定放弃当主力的机会，留在鬼子的肚脐眼上插上一刀。你是不是担心再回老三团，谢狗那帮人说你啊？你放心。上边都打好招呼了，再回去没人敢再说你。不是为这事，那你还为啥事啊？你出来不就为了挣个脸吗？现在里子面子都给你了，你还不知足？就你那点人手，给你弄加强连可以了，怎么着？你还想当营长啊？我们队伍欠着武夷县老百姓老大的人情，这会儿走了，老百姓得在八路两个字上钉钉子。这么着，
那个受伤的伤员，我派人护送着，跟你回根据地休整，身体没毛病的留下。这会儿他娘的要是走了，咱八路这辈子都没脸回武夷县。来吃饭了，都甩手掌柜的等着人喂啊！快吃棒子面，请起身，快快快！吃过了，你先吃吧。还能撑多久？先吃吧，吃完了这顿再说。到底还能撑多久？面袋子都刮干净了，明儿上午还能吃最后一顿。咱把东西都撅走了，剩下那包子可怎么办呀？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呆子嘞！人家都回家了，你知道吧？不要咱们了，你还忍人家，人家怎么办？人家跟你过这个吗？粮食算咱们借他们的，等将来赚回来，再还给他们。那说的容易。上哪儿挣钱呢？你闭嘴吧！刘宝，带着大伙儿晚上多走些道，白天就带队伍找地儿猫着，别徒生脚力。就这烟叶，拿着。回来酒纵多替俺们担待着。用不着拿着吧，拿着。都是你自己呀、啊，就剩下这点人了。这没粮没枪的，恐怕以后的日子会更难。我知道。为什么让我也走？不是让你走，是让你回去学本事。咱们这队伍里不缺能打的，就缺个郎中，等你学成了。能少死很多人。就剩一块了，留给你的。等将来回到了北平，你要带我吃冰糖葫芦。马强哥，我们走。马强哥，马强哥，你干啥呀、啊？我们俩走，那四个死都得跟你绑在一块，我不能让你砸这个家。你要砸了这个家，这个家分进来你八卦还不行。亮，你们刘宝，让这财迷留下陪着我，回去也是算计你们。走去，走吧，走吧。这个李大本事，当草头王他可当上瘾了。他们说了，不想给组织添麻烦，想给组织解决困难，继续留在武夷县打鬼子。不是说不回来，只是晚回了几天。给李大本事再送一次信，告诉他，如果还不执行命令，
就永远别想当正规军主力。二狗子呢？远处的几个据点都撤了，河道镇上几个大据点，墙皮厚，机枪多，人又多，没法攻啊。硬咱磕不过，咱找软柿子捏。啊？逼到这个份儿上，咱也当回山大夫。山大夫，你这么大个人了，你说你这抢走两半了，你还打呀？你这明明都是耍赖呀！你要是再敢闯，你抢断了，你就等死了呀！少说，你行了。咋的？不服接着比啊！来啊！这盘各有胜负，就算平手吧。好，再来。比什么？那当然的比扔飞镖了，哥他们扔飞镖。谁来？阿伦，三的四的练拔。拿鸡蛋，没有。没鸡蛋，那不还得用瓜吗？佛瓜啊！不是你可饶俺吧，每次鬼子是喂到死你手里了。别急呗，可不是不知道老子枪法，俺就是知道你的枪法。等要打的时候活着眼，活着眼，妈的，活着眼。
钱嘞，娘的，我头皮破了。李英雄果然是好枪法啊。好说。李英雄能手刃这么多鬼子，想必手上的功夫了得吧？来啊，给我挑两个家伙，我跟李英雄比划比划。请。请。都站在这条线上，谁做的靶子多，就算谁赢。哥，你先来，不，您先。拿这干啥？啊，就使这个顺手。怎么算啊？回来，打去。平，再比。给李英雄上枪。是。枪。后背还隐隐作痛，重来，重来，重来。来真的这回，来！来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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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一个，哎呦！住手！李英雄，你打伤初玉，叨扰了。扶李英雄回去。松开，都松开。花儿，别愣着，回去。啊！
当兵嘛，还得比枪法。把水壶给我。咱们就把这个水壶放到那个山坡顶上，谁命中水壶的次数多，谁就算赢，怎么样？来，站定。该你了，不用比了。都站立着喽！好了，给我向这边转，跟着我，好。我这不信，老子还跑不过人家。一天齐了，今天训练的科目：投弹、射击。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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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了！上！基本队列不用练了，练对抗。把你们的木枪都扔了，换真子弹。愣着干什么？我说的话听不懂啊？换真的，伤了咋办呀？伤了活该。那叫什么？平时多流血，上阵少丢命。上了战场，那小鬼子能拿着木头疙瘩跟你们比划啊？啊！进来。给我送到九路军那边去，记住了，我们八路军永远有这家伙。来来来来，干！怎么样？这次我跟你说好了，让他好好的，
你要真弄好了，什么饭都有你的，你知道吗？全看你了，你这就，哥，来了。我特地把你要来啊，让我手下这帮不争气的货好好跟你学学。好说好说。摆上，摆上。都给我听好了啊！一会儿，一人十颗手榴弹，跟他比着往这筐里扔。要是中午吃饭之前还没他扔的多，那你们中午饭就都别吃了。听着没有？听着。他们的饭就都是你的。好，好，好。排队，排队。大佬，这个。心疼那几发子弹，开火之前要先算算距离有多，这样你才知道用枪上的什么标志。从这儿到那个水葫芦差不多有300尺，这个距离应该用枪上的100米标示，也就是说你大拇根到手指头之间的那段距离。同样，如果你能知道敌人和枪口之间的距离，学的还是挺快的。跑什么呀，都打碎了，到你差远了。哎，你知道那天我为什么连打了5发子弹水壶都没落地吗？不知道，打水壶的边儿。我告诉你，其实那天我打的根本就不是水壶，我每颗子弹瞄准的位置都是水壶即将落地的地面。其实那个水壶啊，是被跳弹和飞溅起来的土块给弹起来的，所以它才没有落地。啊，书读的多，鬼点的就是多，难怪别人干不过你。给介绍来的，都是墓里的大兵来听过咱对话的。